大家好，我是悠悠。本期视频我们用120段的磨尺来做中国结陀螺。现在我们一起来做一下。第一节折一下，第二节折一下，接着数一节折一下，再数一节折一下，数一二，数两节折一下，然后向下靠近，再数一节折一下，数一节折一下，数一二，数两节折一下，然后向上靠近，再数一节折一下，数一节折一下，数一二，数两节折一下，然后向下靠近，再数一节折一下，数一节折一下，数一二，数两节折一下，然后向上靠近，再数一节折一下，数一节折一下，数一二，数两节折一下，然后向下靠近，再数一节折一下，数一节折一下，再数一节折一下，数一二，数两节折一下，然后向下靠近，再数一节折一下，数一节折一下，数一二，数两节折一下，然后向上靠近，再数一节折一下，数一节折一下，数一二，数两节折一下，然后向下靠近，再数一节折一下，数一节折一下，数一二，数两节折一下，然后向上靠近，再数一节折一下，数一节折一下，再数一节折一下，数一二，数两节折一下，然后向下靠近，再数一节折一下，数一节折一下，数一二，数两节折一下，然后向上靠近，再数一节折一下，数一节折一下，数一二，数两节折一下，然后向下靠近，再数一节折一下，数一节折一下，再数一节折一下，数一二，数两节折一下，然后向下靠近，数一节折一下，再数一节折一下，数一二，数两节折一下，然后向上靠近，再数一节折一下，数一节折一下，数一二，数两节折一下，再数一节折一下，然后在这里把它折到下面来，数一节折一下，再数一节折一下，数一二，数两节折一下，然后向上靠近，再数一节折一下，数一节折一下，数一二，数两节折一下，然后向下靠近，再数一节折一下，数一节折一下，数一二，数两节折一下，再数一节折一下，然后在这里数一节，把它折到上面来，数一节折一下，再数一节折一下，数一二，数两节折一下，然后向下靠近，数一节折一下，再数一节折一下，数一二，数两节折一下，然后向上靠近，数一节折一下，再数一节折一下，数一二，数两节折一下，再数一节折一下，然后在这里数一节，把它折到下面来，
数一节啊，折一下。再数一节啊，折一下。数一二，数两节，折一下，然后向上靠近。数一节啊，折一下。再数一节啊，折一下。数一二，数两节，折一下，然后向下靠近。数一节啊，折一下。再数一节啊，折一下。数一二，数两节，折一下。再数一节，折一下。接着在这里数一节，把它折到上面来。数一节啊，折一下。再数一节啊，折一下。数一二，数两节，折一下，然后向下靠近。数一节啊，折一下。再数一节啊，折一下。数一二，数两节，折一下，然后向上靠近。数一节啊，折一下。再数一节啊，折一下。数一二，数两节，折一下，然后向下靠近。我们先把最后一节啊折一下，然后在这里数一节，把它折到下面来，这样就做好啦。我是悠悠，喜欢记得关注我哦。